来到沈阳，大家为我们的沈阳全新的店铺来揭幕，还有为我们的名将时光谷提前揭幕。好的，那么沈阳，那么丽颖呢也是来到了沈阳，那想问一下丽颖，对于沈阳的印象感觉如何呢？感受到热情，因为昨天飞机到比较晚，所以决定有多一些时间想去跟大家相处吧。哎，是的，丽颖，你知道吗？今天在活动现场，丽颖还有很多朋友们等候已久了。那么下面的沈阳的朋友真的很热情。是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沈阳的朋友们究竟有多热情吧，好吗？谢谢，都收到了，谢谢。好的，丽颖同学，收到各位的热情和爱心。七夕佳节的到来了，那各位呢应该有不少的期待，也是很希望能够度过一个很好浪漫的节日。那么在这样一个特别的七夕佳节里面，也想请教一下丽颖，能不能为我们现场的各位沈阳朋友们送出一段祝福呢？我能和浪姐一起跟大家做一个美丽的双击节，虽然七夕还没到，但是今天就算是过七夕了。非常开心，有大而来，来给我拍一个，给我拍一个，还有沈阳热情的，将近九十了，九十了，欢迎七夕的名将系列表款带给每一位沈阳的朋友们。那么我也注意到，今天丽颖手上正好也佩戴了我们的名将系列腕表，那能不能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简单介绍分享一下呢？这是我会一直推荐大家的浪琴名将系列，它同时也有两款珍珠表款，再配上钻石时针，红色的皮带，让大家在任何场合其实你都可以佩戴，不管是享受呀，还是想潇洒，还是想展现自己的个性，像一件这个款款搭配款是吧？没错，它的材质也是白色珍珠五倍表盘，搭配了我们的钻石时针。我相信啊，现场有每一个人是。那刚才丽颖有说，我们大家分享了红色表带，更是百搭时尚，适合于任何一个场合和穿搭了。那么我来总结一下呢，可不可以理解成为是精致又大气、专业又优雅的，还有浪漫的热情？没错。系列的魅力来源之一了，适合我们大家带一个浪漫美好的七夕当做礼物送给我们身边最爱的人。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也想请教一下丽颖啊，如果今天请你在现场为各位朋友们选择一款七夕的礼物，你会有什么建议呢？我的建议当然是腕表了，因为我们跟爱的人在一起，时间可以见证我们的爱情和陪伴。我觉得现在我们情人之间，不管是情人家人或一个浪漫的七夕或浪漫的一个二人世界，都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和象征。让大家珍惜时间，珍惜我们在一起这一次见面的时间。是，让我们大家共同珍惜这一次共同在一起的浪漫的时间。的确啊，最重要的是腕表代表着我们的最快乐的时间了。那跟我爸这么愿意选作为你的先生的名字，其实都是已经是意味着并且代表着愿意与时间陪伴在彼此的身旁。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一段时间的见证之下，我们用心认真的相爱。哇哦，说到这里，丽颖，你有没有感觉到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神圣而又真挚的承诺？对，来沈阳的机会也不多，这次能够跟浪琴，就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一起来到沈阳这个热情的时刻，又做了一个这么浪漫的节日。我觉得就希望大家都开心吧。
感谢远道而来，无比热烈感谢大家对于浪琴品牌的大力支持和由衷的喜爱。那最后呢，我们也是想非常感谢丽颖为我们大家推荐这一款腕表。那我们大家应该也有注意到，丽颖手上这一款就是我们的，我已经收到了，我已经也欢迎大家媒体朋友们稍后可以来到我们的品牌展示体验区，与各位共同迈入名匠世界，来体验浪琴表的优雅奇艺。好的，今天来呢，让我们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丽颖先在舞台上留步，接下来让我们大家再次掌声有请浪琴表中国区市场总监自家女士，有请。当中的